六日的王京戏会节哦，七月初二、初三连续两天，讲到王京戏港六日登场，主办单位嘛来促销放一个隔空宴会，改利用当地王者之宫桥，也阁有戏港内面的戏船啊，配合这镭射光哦，呈现无同的风景，和游客哦会当一边食小食，一边欣赏六日的海洋音乐表演。今年一度的王京戏会节热闹登场，走除了王京戏港有精彩的节目表演，王京福海宫庙埕也有一连串的祈福活动和免费的特色小吃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北港寮、南昆丁来到中台湾，就是中华王京的戏会节。而且今年活动甲往年无同款，安排戏会灯光秀，王京戏港内14只戏船进行布置，装上灿烂的 LED 灯，让来到王京的民众会当体验王京独特的热情，也有机会品尝在地小吃。我们王宫烟火节，我们也跟以往不一样，我们有海上渔火灯光秀，真感谢，真感谢咱中华区渔会这么用心的这个策划，咱有十四只的这个渔船啊，咱嘛有这个灯光秀的这个特别的一个。了日的戏会节活动，就伫连续两暗的海洋音乐会当中达到最高调。台顶歌手也伫开唱，带动台下观众做伙欢乐，场面非常热闹。大中华新闻张世良、洪婉采访报道。